在剧中饰演职场女强人，也让她冷艳的御姐形象深植人心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没想到她最近却被捕捉到野生素颜照，在网上引起高度讨论。从流出的素颜照中可以看到，她脸上没有任何妆容，将头发随意扎起，造型看起来有些凌乱。难得戴着近视眼镜的她，眼睛看起来也有点无神。而她手上拿着一束花，似乎是粉丝送的礼物。虽然整体皮肤状况很不错，但这接地气的打扮和荧幕上的冷艳性感模样差距太大，让大票网友一度认不出，甚至有人忍不住惊讶问大神你哪位。不过也有粉丝跳出来护航，表示私底下打扮简单随性就好，大家不要这么严格了。